婆婆，你好，我是你未来的儿媳妇，我会洗衣服和做饭，我知道内裤和袜子要分开洗，而且要手洗，我还会包饺子，你看我包的好看吗？我知道中国男人养家很累的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有工作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没有你就没有他的健康的成长，你为了这个家做出很多贡献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享受你，给你生一个孙女和孙子，你看可以吗？现在可以把我未来的老公嫁给我了吗？